我们再往后看。 Over 80 years ago, the first appeared in the cartoon steamboat Willy. 80多年前，这个 over 是比什么什么多啊？这个可以等于 more than， 在这里打头的时候要大写啊。 Over 等于 more than， 比什么什么多。在80多年前。 它第一次出现在《威利号汽船》这部卡通片里边，啊 ，Steamboat Willie 是《威利号汽船》，是这个卡通片的标题名字。记住，出现的过去式是在后边加 ed。When this cartoon came out in New York on November 18th, 1928, it was the first cartoon with sound and music. 当这个卡通片在1928年11月18号在纽约上映的时候，它就是第一个有声音和音乐的卡通片。在某月某日，介词用 on。 啊，因为这有了18号，如果没有这个18号，就光说在11月份就是 in， 啊，在月份和年份前面用 in， 在日期前面介词用 on， 这个18要读序数词，不能读 18， 要读成 18th， 啊，这个后边它省略了个 th， 有没有 th， 我们都要读 18th。 1928是 twenty， 1928是 1928， 1928这么读 1928。 这个有声音和音乐的卡通片，这又是一个介词短语做定语。The man behind Mickey was Walt Disney， 在米老鼠后面的那个男人。 就是瓦尔特·迪士尼，就是给他配音的。He became very rich and successful. 他变得非常的富有和成功。这个 became 啊，是变得啊，这个词相当于一个系动词，后边可以跟形容词。再往后看，In the 1930s, he made 87 cartoons with Mickey. 在20世纪30年代，啊，这个要翻译成20世纪30年代，前面有加"啧"啊，记住这个啊，从1930年到1939年这段时间，就是这么说。在20世纪30年代，啊，他制作了有米老鼠的87部卡通片。 Some people might ask how this cartoon animal became so popular. 有些人也许问，这个卡通动物是如何变得这么受欢迎的呢？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is that Mickey was like a common man, but he always tried to face any danger. 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米老鼠就像一个普通的人，但是他总是设法面对任何危险。 这个在和在这里引导的是表语从句 ，is 是的意思，只要 m is r 当是讲后边的部分就是表语，那后边这个又是一个句子，所以就是表语从句，在和引导表语从句，这个是不能省略的。啊，另外记住设法的动作是 try to do something，face 在这里是动词，面对这个意思。